别动不动就年轻起来。从90后、00后、95后，就我们年轻人都这样。我们吗？不然呢？不然谁？还有我们吗？不是我是你。希望我们都能平安的回来就行了。你们几个都笑嘻嘻的，该死队，不死你们，你们这样就是要死的嘛？就怕我死了？你不是也死吗？没死啊，没看数据本啊？没看呗。导演看了吧？没看。看王姐，看到你会哭的。他现在低包天，他要给自己加戏，设计半天了，他自己。天眼大反派，低飞天，别，我低包天，就我们都没事了。为什么不死呢？然后你最后再跟他们都死之后。结局打你那块打过去羊肉到了吗？我这个死也太尴尬了吧。羊肉到了，就羊肉到了。像刚才表情谁来了？他没演出来吗？那个对，叫我叫我叫我是不是我要去无极都不可能来的。试试看是。那你现在也不怎么样呀？胸也不大，现在也不怎么样。胸也不大，现在也不怎么样。胸也不大，现在也不怎么样。